Stella.庄家连三，我们先过来看庄家的手牌。连三，还不错，条子比较丑啊，其他都 OK。北风放起来打二饼，最左边是七七八，正六搭，两进厅，摸到六条优化。刚小弟也是连三吗？连二还连三吧？连三，连二是自摸吧？哦，对对对对。东风小绿连啊，南风换再连。好，这边一进厅，两对半的一进厅。九万这么难碰吗？九饼他现在在思考。九饼对哦。九万碰。听牌四七条。有门的。刚上哦。手会抖啊。怎么多啦？摸起来是自摸北风连三，一摸九啊。六条进来，退九条，四七条，现在是下车，还有六条，啊，不可能吧？你没有要转哎、欸，转六九带七哦。好啦，是自摸的啦，其实刚对对也自摸了，对啊、自摸北风连三的一摸九。恭喜！帮我持续锁定频道的直播啦。报名时间大概至少都会给大家半个月以上的时间，对、啊，所以大家就先对，大家就先赶快帮我踊跃报名。南风三呢换连四。Link Star 上好哟，欢迎进入直播间。好，正六搭，两进厅。哇，称信二万，要打八万还是二条？二条八万。决定打八万。哇，听牌了，要听什么？三条。OK。三条还不错啊。
上家很认真啊。有，因为潘先生现在不太好打，而且就是第一将啊，不能让自己过度的被伤害。三条。三条，门清中洞连四的九台十一台啊，他不需要我哎、欸，只是狂摸而已，没有在连庄。没有在连庄。好像很久没有连五以上。嗯，很久了。顶多就连三连四这样，连五以上。来看一下换可不可以，先来连个五六七八。封三换连六咯，黑色出现，六黑色出现咯，二饼七条，开门正进九条，补花五万。大庄其实最喜欢拿这种牌，连大庄其实拿对子比较好，你不觉得吗？五搭半会比较容易用碰到的。那是因为连庄啊。对啊，就连大庄的时候。如果那个就是气不好、西风碰的话，就很容易就碰不到。啊，连大庄气一定。没有，主要就是看有没有正连哦。不然有时候你被叠上去那。六条，一进去。出事了！出事了！完蛋了啦！碰啊！停牌了啦！四七饼啊！哇，南风西风三花都有台耶、欸！你怎么那么爽？哇，血流成河，自摸南风西风三花，再加连六的十三台，十七耶！一摸十七，大家敢信？好痛！十七台耶、欸！我不会赚钱耶、欸然后十七台嘛，三花西风南风，这边门前四台嘛，加自摸再加连六的十三台，十七台哦，钱怎么那么难算？哇，筹码富翁，筹码富翁，五六七八九，收好收满，没有自摸啊，忘了啦，这个轮子忘了啦。南风三，庆家两位连七啦！哇，太旺了，太旺了！来看啦，你勤劳啦，唔干你啦。刚好。就你怎么玩？才南风三而已，就正五了。南风三而已，好不好？就正五了。我刚。这次比上次还扯，上次这样显得上次好像是我死煮青蛙，但其实这次这样哇，因为集中在连庄摸牌就很可怕，痛死人了哦，西风又有台哦，台湾麻将都这样，连庄加再 plus 自摸有没有伤害力爆表？不要挡啊！八万，进厅的啦，十点双孤带吃厅啊。这个哦，哇，是把上家也要玩吗？好，没有，没有吧？疯了吗？打二万，打二万，好吧。刚自摸七饼哎，他应该不知道了，没关系啊。嘿，不要。二万，哎，不要七条，那、啊、怎么办？啊，这把不太妙。没有啦，我是说我们的想法可能会比较那个，啊、但是因为那刚刚那个七饼，但也有可能他这样打有哇、哦，这个八条本来可以吃听。好了，那现在也听牌啊，边张三万、欸哦。好吧，如果摸三万，那就真的严重啦，自摸边张西风啊。加连七，十八台啦！不可能吧？
那三柄出来肯定是要碰起来转小螺丝的哦。边张三万，目前上家门前见一，目测还有三张、啊，至少不会有三万抓砍的问题，还是有可能吗？就不是、啊，那不会有被碎的问题啊，對對對，说错了，说错了，被碎的问题、啊，只是这样想。哦，有人打六哎、欸，看三万会不会掉出来？六六三，天哪！太衰啦！一摸十八哦，自摸西方，自摸西方加连七的十四，十五台。哦，我们先那个。哎，没有，我边台有边张，所以十八台。十八台。十八十八。福林。哎，穿新的跟。破了？不可能吧？破了吗？十八是多少？两千三。还没破了。两千三。两千三的话，穿新的破了。哇。顺破，啥耶？太衰啦！就是太衰了，已经破桶，怎么办？是，搞不好是最快破桶的哦。应该吧，最最好像是好漂亮。有一天，我会带你去看最漂亮的湖，在哪里？碰碰湖，在神爷大白瀑布啊！打开宅神爷，换你当大爷，宅神爷。以上影片感谢由宅神爷冠名赞助播出。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，欢迎来直播上面跟我们互动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以及追踪我们的 IG， 那我们就直播上线咯，拜拜。